Princess Alexandra of Kent， 花友们称她为肯特公主。她的花朵挺大，10公分左右，有大约130片花瓣。温暖的粉红色，清新浓郁的茶香，使她在 David Austin 的香花排行榜上排名第5。然而，这么优秀的品种，在之前我并未拥有。幸运的是，有一位花友去年秋天的时候给了我一些枝条，这些枝条让我扦插出了3株肯特小苗。随着镜头，花友们可以看到后面这一株比前面大很多。同时扦插的，为什么区别会这么大？这就是我前面视频里提到过的，在多伦多进行制式扦插的最佳时间是6月和8月。我拿到肯特的枝条的时候，已经进入9月份了。9月份的多伦多气温开始渐渐转凉，并不是制式扦插的最好季节。出于挑战的心态，我还是对它们进行了制式扦插。当时气温已经转凉，我将先长出根系的枝条上盆了。只有愈合组织的，我将它拿进了室内。先长根的小苗在入冬以后，我将它们放到车库里面过冬。只有愈合组织的这根枝条，我拿到室内让它继续发根。幸运的是，这根枝条后来它也发根了。就这样，一个冬季我都把它放在室内进行养护，现在它就长得这么大了。可以看到顶端还出了一个小小的花苞，但是这个花苞是不打算让它开的了。另外，这两棵小苗由于扦插季节已经很晚了，没有时间给它们长壮根系，就进入了冬季。我将它们放入车库，度过了整个冬天。现在看上去，左边的这棵苗的状态并不是很理想，右边的这一棵看上去状态就要好很多。我来给大的这棵肯特进行换盆吧。脱盆以后可以看到它的根系真的是非常的发达，连我都有点吃惊了。将底部的红网拿下来，可以看到根系长得非常的丰满。这样的根系换盆以后，它会长得非常的快。好啦，盆已经换完了，现在这棵苗看上去像一棵大苗了。以后我会不定期的更新这几株小苗的成长情况，毕竟是我在9月份入秋以后扦插的，给它们做一个记录，总结一下经验，以后也可以做一个参考。谢谢大家观看。